两位老师，你们装什么装？你们真的没看过吗？我上回给王一博发了一个花絮啊，然后他说他以后再也不会这样，再也不会让我拍到这么好玩的花絮。我发给你了呀。就我们俩在那唧唧歪歪的那个吗？对啊，等会录那个唱歌的那个吗？看过吗？全破开。对，我跟他讲，没有看过。我没有看过，有毒吧？智障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一直讲啊，我为什么这么冷漠？就是两个弱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冷漠啊？杜少花絮说的是这个吧？谁说的？天天会无限吗？会无限说天天吗？蓝湛说的。两位老师暗访的好明显。他要带你回云深不进处叫你天天吗？你说什么天天啊？他说天天就是天天。对，蓝湛说的，天天就是天天。一老蓝湛，决定。前一句元素反面，你说，难道你们天天拜把子吗？他说改成天，他说变成天天拜把子。托兄弟情的来听一下。天天为爱情。对啊，我天天在被打。拜的那一块。好。还要干嘛？我往后上一点。注意啊，哥们儿开了。往上提一点。啊！怎么天天都被打啊？会无限，为什么天天要被打呢？不能对无限有点爱吗？不能。是觉得这样子好吗？是怨虐了。也不用天天吧？啊，天天。天天就是天。还假装不知道天天是啥意思，我信你个大头鬼。